欢迎收看国光帮忙，女星私密不露脸欢迎男来宾脱序演出，要我帮忙吗？我在掏，你不要掏错了。进入游戏，请问你的三围是？什么区啊？好不好？来，大家好，奶奶好，今天要进行女神私密穿着不露脸换衣大赛，又来了。这个很多人看到女艺人呢，在那个比如说上电视的时候、上节目的时候呢，啊，穿着都是光鲜亮丽，但私底下有些人跟上电视一样穿的一样的美丽，但是有一些人呢就吓死人了。首先欢迎周杰伦，啊，打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就不习惯轻松，为何却主动把我说走？你的心事太多，我不会错过。啊，好的歌打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亚洲天王周杰伦，好不好？哦，以后不准穿有皮带的裤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随时要听过来。哦，你是天王还要这样？是。不过今天主持找我就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私密穿着，这种好康的一定要找我。哦，而且我已经跟昆凌报备过了 ，OK 的，是是是，找死！来，今天呢，请到哎呦，有话哥，欢迎。哎，大家好。有话哥在上那么多节目哦，有的时候还是要上上我们这种比较轻松一点，是不是？哦，不然的话每天太驚了哈。他们都要叫我去参加模仿秀了，叫我模仿九口。叫我模仿九口，哦，那太伤人了哈。甘安峰，这个今天让你要好好的评定一下这些人的穿着。对，哦，好，你是专家嘛，要以健康的角度出发。很健康，我现在超级健康的。是，这个就是披着羊皮的狼，羊皮的狼啊。来，叶圣卿出片了，来，请到中间来。哎，恭喜。哇，谢谢漂泊男儿，对，创作专辑第四张漂泊男儿，预备 Go。 用我生命唱出我的名，一生的运命交予天注定。谢谢，漂泊男儿。来，今天参赛的四位呢，我们先看他私底下的穿着。第一号，哎，啊，这是邱永恒最爱，这个是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这个修片修太严重了，是哈。这个腿有这么美吗？他会这样子穿的，啊，好不好？非常正点。来，二号，哇塞，哇塞。哇塞，哎呦，小公主啊，这个根本就是拍那个内衣广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，来三号，哎呦，贵妇，哇哦，是哦，呼呼，哦，糟糕了，就怕她有点年纪，而且这女生胸部很高啊，啊，高胸女啊，是啊，这些都未婚的吗？不知道。来，四号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哎，四号他平常是007人，哇，金雪女郎，嗯，是哇塞，这个是最新的哦，对啊，冰仙女，紧身暴露，真的是厉害 ，X 战警的感觉 ，X 战警对不对？对，其中的一位，对，谁？变形女有没有？哎，真的哦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好有变形女的感觉，好。以上四位都留给我收藏。你什么时候留给你收藏？来，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有主题的。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是，哎呦，嘿，要来辣的喽。第一个主题是，今天晚上男友要来我家睡，
我要穿什么样的睡衣。第一阶段，男友今晚要来我家过夜，要怎么穿才能吸引到他呢？导播请亮灯。只能说，你们最好把面子拿在手边。怎么受得了啊？待会会有流鼻血。不，宇浩哥别急，慢慢拿。呛就快流出来了。好，宇浩哥，请问一下，平常你觉得什么样的内衣你觉得是最性感？睡衣。应该是桃红色或粉红色。桃红色。什么材质？啊，就是摸得起来软软的，然后那皮肤最好要白白的，白皙，哎，白皙，要红里透白，白里透红，那我就会开始。冷静，好，你就青筋爆发了吧你？来，高山峰，我比较习惯黑或白了。哦，黑或白，黑色系的或白色系的，我反而不喜欢桃红色样式啊，样式。样式啊，我现在比较走这个优雅风、典雅风。你现在，我没有要讲你。不是啊，我不是说我自己穿啊，我说女生啊，不用露的特别多。对。哦。但是那个材质要够好。刚刚我看到有一个女生的照片是穿礼服，那好像是缎面的。是。对，我觉得那个。你喜欢缎面。对，那摸起来质感应该不错，穿在身上也舒服。我刚刚像我比较喜欢就是刚刚我们有一张照片，就是衬衫白色的、第一位，对，第一位穿脱也方便，是，对，然后就是很性感，就是遮到这边好像若隐若现。千万要带水枪。哦，真的吗？带水枪把它喷湿了这样。哎，这你讲的。各位请投票，想看先看几号，1334，三号。你投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几号？三号。哎呦，大家都想先看三号。先看三号。1、2、3号。三号，哎呦。粉红色，毛化哥，粉红色啊。不过应该是裙下10公分那个地方，让我们看得清楚一点比较好。没问题。哇塞，哇，口味这么重，很讲究。裙下10公分的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桃红色，高山峰佩不佩服我？佩服。还有点点呢，太年轻了。对啊，没有关系，可以等它成熟嘛，叫做那个花熟落地。所以说你浅，怎么说？越成熟，女孩子在睡衣上面越喜欢穿可爱。可爱啊，对。不是，三号膝盖很突出啊。哦，还有棉质的。棉质的睡衣。哇塞！请转一圈。哇塞！停！哎呦！哇塞！请问一下您啊，您这一套那个表现的重点是什么？现在可不可以过来咬个两口？不行，冷静，咬个两口。请问你的星座是什么星座的？天平。啊，有天平，天平。哦，请问这套衣服曾经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？这是第一次穿。第一次穿哦。第一次穿。请问你三围是？标准，那你这个怎么可能咬一口？
是不是？这个棉花糖要用舔的，吃不腻，咬一口是吃不完的，吃不腻，是不是？刚刚棉花糖是要慢慢舔哦。对。干什么？周杰伦，你干什么？冷静。现在单身吗？那是不是很想被抓兔子啊？接下来看几号？嗯，应该是举几号？我刚刚是举四号。九阿哥开始兴奋，先举。你刚不是三号吗？接下来，接下来啊，对啊，接下来啊。他要叫我接下来看几号，因为能够在尤物的旁边的话，应该是二号。来，哇，先还，我们先回味一下二号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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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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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好，哎呦。壮，很壮哦！哎呦，哎，啊，心机，一件 T 恤而已哦，可是是可爱的男友 T 恤那种，所以真的有年纪。来，先报你的三围。我的三围是3 2 1 2 4 3 4。好的，挺不错的啊，标准标准。再来。奇怪哈，哇哦，好像可以再高一点，很透，哇，斜肩，斜肩，看到米老鼠就受不了了，奇怪啊，像他的米老鼠那个怎么是金正恩喜欢那一种类型的？像他有没有暴力倾向啊？金正恩，各位要冷静，为什么穿大 T 恤？可能生过。哦，人家抱他竹竿怀孕，腰围24。今天的穿着，红豹啊，重点在哪里？哦，因为我私底下喜欢穿宽松的 T 恤当睡衣，然后因为大领口就会不时的露出肩带，那跟男朋友在一起做什么动作都会不小心隐约就是露出来。哇，然后因为我的腿长有105公分。那物，真的看不太出来哦。所以我会穿一个很短的小平口裤，然后让他觉得我里面没有穿，就是暗示已经很明显了。那OK，暗示很明显，请问你暗示的是什么？就是吃掉你。你可以吃我。哎呦，又吃一口。可是我觉得这三号跟二号很奇怪，三号明明罩杯稍微大了一号。但是不晓得是因为穿衣服还怎么样，三号看起来胸部反而比较小一点。对，哪有哪有，比较拖到胸有。哪有？二号你看好了，三号加油，三号加油不够，再加油。还是二号刚好在胀乳啊？哎，对。那能不能请二号，他背转过来一点，转一圈，哎，转个一圈我们看一看。哎呦哎呦。有，请问 T 恤需要掀起来吗？应该可以的话，方便的话，不需要了，不需要哈，哎，不需要了。为什么你从刚刚录影到现在，你这表情变化的越来越怪异，而且脸越来越红？啊，我觉得二号跟三号的世代至少差两个世代，两个世代。史上最犯规穿着，让男来宾动尾条啦！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可以把歌拉一下。哇哦！我说四号，来，国光帮忙。我说真的哦，我站这么近看，他这件已经洗到有点透明，洗毛球了是。所以这个若隐若现是洗出来的。它本身就有一点透明，然后里面又它本来是纯白的啦。
本来是纯白，现在有点灰，洗到米黄，所以米老鼠洗到那个布料原来的颜色都出来，好有历史的一种感觉。来，拿一号跟四号的照片，左右开工哦。嗯，这个觉得哪一个呢？有话哥又急了，有话哥又急了，又急了。我只能跟您讲啊，手帕准备好。哎呦！哦哦哦！哎呦！初恋的感觉，哇！四号，把你的三围抱一下。哎呀，我哥拉一下。好，走。请问你这一套，你可以转一圈给我们看一下。哇塞！你平常在家睡觉都穿这样？平常私底下都穿这样在家里开炮了，流鼻血。穿这个搭背心啊，大背心啊，大背心哦，大背心的问题。是是是。哦，那你这个干什么东西？你这么想看？你这个穿着诉求是什么？你可以侧面讲话吗？哦，这套脱不脱都没差，其实哦，很方便，真的，这是睡衣。对啊，不要用色情的眼光看我，怎么会？下回艺术的眼光。那你这个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号。要。要脚很漂亮，要脚很干净的，要很白，对，哇塞，哇哇，细哦，好细哦，哦这个好，哦，那现在是极品，现在还没看到，哇塞，哇塞，一号照片，我操，高雅又性感啊，哇塞，这个不错，哇塞，皮肤，哇，永华哥，白里透红，红里透白，哎。请问是？老纪，来，请问你的三围是？三十 G。G 什么 ？G 哦。转一圈给我们大家看一下。那是已经不符合人体工学。圈内哪有这种艺人呢？哇塞！哇塞！请问哦，你这哦哦。你要扶墙，你要扶着墙壁站着是不是？哇塞！您绕一圈给我们看。绕过了，不是吗？再绕。刚刚在温炫的没有看到。刚才绕的时候我正在头晕。哇塞！哇哦，头发挑染哦，睡了。盖厉害，请问你这套衣服表现的重点是？因为这套衣服质量很好，所以摸起来软软的，可以配合我的皮。草莓牛奶。哇塞！哦，一个。不是草莓牛奶。Hello, milk。讲什么？对呀。You so good。一直在睡。你没事吧？我们有话哥有急救证书啊，你要继续。他在展现他的条件。以上四位，我们从一号开始，一号转一圈，然后摆出最性感的姿势。好，太好了，来，麻烦二号转一圈，摆出最性感姿势。哦，
金正恩呢、啊？哎，来三号转一圈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摆出性感姿势，是兔子吧？哎呦，可爱可爱。四号，勇哥用哎，哎呦，陈经理，哇塞，太美了吧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好意思，不要不要，各位不要不要闹，不要闹，开什么玩笑？最后的一个印象。还知道帮忙？你有这种通告，我不用发我钱回来。好，请问各位，刚刚这四位，有哪一套的睡衣最能引起你们的青睐？个人我觉得我比较钟爱四号。四号？四号？四号？是这样，比较有安全感的。不是比较有安，我根本都不想起床了。我知道你都重比较重口味了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会选三号。来，我是二号跟四号先不会选，因为它是两个世代的，我会选一号跟三号。那。还是一号比较好吧，因为那我差点要吐血，感动的快要吐血，喷鼻血不是吐血。那如果你媳妇儿的话，你觉得几号比较好？媳妇的话应该是一号比较好。那当那个老婆的话哈，当老婆不是媳妇哈，是当三的哈。X 加三的哈，是三号比较好。姜文啊，哪一号你觉得最幸福？我觉得一号。一号，因为他的那一套哈，我觉得是那种复古式的睡衣。那 Vicky 就穿什么 ？Vicky 就穿 T 恤、啊。我不想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那你女儿可以穿这一套吗？你这样，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。每天在家里这样，在家里干嘛？睡觉的时候穿。睡觉的时候才能穿。在家里有点太那个。那女儿可以穿四号吗？你是谁的？对，没事没事，第一次录这个东西了。那鹏哥一号四号，你哪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三号。三号哦，三号，是因为比较没有杀伤力的感觉，是比较没有给我压力的感觉。哦哦，你知道女人跟男人在一起，那个女人不能给男人压力啊。对，不是我跟你讲，因为男人才会更刻苦。刘哥，孙鹏是伪心之论。专家弄十一个就少一个了，这样。人家是军事专家。好，好，刚刚是第一阶段啊，第二阶段主题是跟暗恋的人一起去逛夜市。第二阶段和暗恋的人一起逛夜市，要怎么穿才能进一步发展呢？导播，请亮灯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，可爱啊，可爱啊，可以哦。哎呦哎呦！哇塞，一号好猛的哦，三号是要去，三号很会扭，三号，三号去搬货啊。哎呦，二号，二号好像那个，哇塞，好像啊 ，OL 啊，四号是干什么的呢？穿那么多？对啊，好，请按灯。以上四位，感觉上。四号好像差别很大，来，尤华哥，一二三四，想看几？一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想看一号？应该他是遗古遗今吧？哦，遗古遗今，哎，遗古遗今，哇喽，他可以第一个遗古遗今，第二个。我们可以看他做的那种姿态是比较撩人的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先看一号，一号。好，绿色鞋子。哎呦哎呦哎呦先到这里大家已经受不了了。对啊，一二三，这个带到夜市。对，哎呦啊，哎呦哎呦哎呀，各位赶紧鼓掌啊，鼓掌啊。女星穿着太火辣，张友华急着找家伙，要帮忙吗？哇，在掏什么？国光帮忙！哎呦啊哎呦！哎呦哎
呀，各位赶紧鼓掌啊，赶快鼓掌啊，的腰证明我的眼光不差吧，证明我的眼光不差吧，好白哦，来请转一圈，哇塞，哇，这是逛夜市吗？这应该走不，感觉你有没有误会呀、啊？夜市跟夜店不一样。哦，夜市，您心目中夜市是这样子的？因为夜市很热啊。哦，夜市很热哦。然后要让他看到我很青春洋溢啊。青春洋溢，嗯。而且春天来了，春天来那个颜色要特别鲜艳，是吧？对，而且去逛夜市一定要穿蟹形鞋。为什么？跌倒，哎，你演一下，假装跌倒怎么演？他就，哎呦，好重力。哦，那这个包包呢？这个链包怎么回事？因为这个包包就是不想要让他觉得我好像刻意想要露什么，可是这个包包又会陷在那个中间。可是你这个裙子哦，他说对了，因为这个是裤子，它是连身裤，所以也可以玩一些什么骑马机啊、投篮机。哦，不会走光机？对，投篮机啊，投篮机，骑马机啊，骑马的那种啊。哦，骑马机跟投篮机，投篮不是。机器吗？哦，我刚刚小心不要掉下来。不会不会，请问要看几号？现在应该看三号。三号。哎，我要看他怎么去勾男人，怎么样去钓凯子。是。叫薛凯子。不是。张先生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你可以喜欢你的一号，不能侮辱我的三号。对对对。不是专家，我们这集不是要选潘金莲，我们是选女神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去。哎呦，鞋子可爱哦。哇塞。好厉害！哦，正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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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拉链太高了啊！哎呦，好的，注意了，请转一圈。可是这个啊，我先提出一个，你逛夜市穿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所以我想要给他一种像礼物的感觉啊，礼物，因为你像客家礼物哦，童话世界，所以想要有春天的气息。好，高安峰，同样是春天的气息，嗯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哪里？我觉得这一套还蛮适合在垦丁街上走的。啊，那你完全误会了。怎么说？这一件。应该出没在苗栗山区那一带，不要因为上面有童话就搞到客家文化。你看他这件就很想盖被子，亲切感就油然而生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是你去夜市，你敢带一个白色的囧包，你太狠了吧？这样很容易脏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东西很多，所以我的包包都很大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去夜市扛啊，你知道吗？扛啊！扛啊！所以压力太大，顺手牵羊。喜欢带什么伞啊、化妆包、卫生纸，然后还有湿纸巾、月饼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是问题是，问白色啊，那你不是从到尾都不能够放在地上？对啊对啊。那万一吃东西喷到怎么办？没有吧？哦，大方，不缺不缺，有，是不是？还有另外一个，对，环境不错。那在什么情况之下，胸前的拉链会往下拉呢？啊，看到喜欢的对象，回家以后，吃完鱿鱼羹太热。或是麻辣臭豆腐，好辣。要我帮忙吗？哇！假如说不想看到就往上拉，那想让他就是注意到我
拉太下面到肚脐就好了啊。厉害厉害，好，这位客家妹，客家妹，好，二号，四号，四号吧。哦，四号，四号，为什么呢？先看是吧？因为只有三号跟四号他们的包包让我引起我的注意。哦，是是是。因为呢，我认为三号在那个薛凯子，四号叫薛到爆。来，四号，薛到爆。我薛到爆，薛到爆。哇塞，知道了吧？穿这样，哎呦，知道了吧？哇塞。可以学到爆，哪里的夜市？您的夜市是在金马奖旁边了，坎城啊，坎城的夜市是吧？没有，我想想，很多人都穿长洋装，而且这边的质量很舒服，因为夜市真的很热。哎，转一圈，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。这个资料是您喜欢的资料，虽然是我喜欢的那个资料，但是哈，他的这身穿着呢，我建议他去君悦饭店，不要到饶河街夜市吧，因为他只要到了饶河街夜市以后，大家通通看他，那你说是他的男朋友，不吃味吗？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招待您一个，来，你可以低下来扶着我的手吗？来，鞠躬。哦，哎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您再讲。马上看二号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好，夏天的感觉。好，哎，哦，这个锁骨漂亮。哎，是是，他的穿着非常正常，也适合到夜市，请转一圈，也那个适合到君悦饭店去。哦哦，哎，你看，再转一圈，好啊，再转一圈，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小爱心在背上啊 ，OK 的。请问这套穿着，请问一下您的重点？我觉得第一次跟暗恋的男生出去，不可以穿得太露，是，所以呢，还是要你转过来，我再看一次。真的，所以包包里面就可以带一些卫生纸跟湿纸巾，然后可以帮他擦擦他的嘴巴。一号，转一圈，很好，来紧接着二号，是有是有是有，好的，三号，好的，四号。我突然觉得我人生中的夜市都白逛了，怎么都没有遇过他们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大包包有大包包的好处啦，就是那些当爸爸就觉得装很多东西 OK 啊，没问题这样子。是是。然后在夜市，譬如说买到的那个小熊玩偶啊，或什么的，装到大包包都 OK。接下来这个主题，我相信这个，我看你手帕要换毛巾哦。第三个主题，与暧昧的人相约去海边。第三阶段，与暧昧对象相约去海边，要怎么穿才能顺利勾引到对方呢？我们这个非常兴奋，因为夏天要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小包，请亮灯。哇塞，透明包格纱，哎呦，又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透明包的，哎呦，哇塞，哦呦，好的，来，一号摆一个性感姿势，开始。三号也薄纱哦，四号，哎呦，哦，好的，一二三四号。
号，请问油画哥，您最期待哪一号？二号。怎么换的呢？因为刚刚好，你看你们都看的没有效果这么仔细啊。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你不要为了做效果放烟雾弹啊。那我没有放那个烟雾弹。你手在掏什么？你不要掏错了，我。你一直在乱弄，一直在乱弄。刚刚找不到，放好，好，好，来。为什么现在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。啊，转转转转转。哦，哇，哇塞！为什么二号？为什么会选二号，油画哥？啊，为什么二号？因为呢，我觉得他让我的感觉是。不能说是遗骨遗心，他应该在沙滩上，他的穿着，他带的东西，都很让我感到心动。哦哟，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带他去沙滩，好好的享受一下，从烤肉，哎呦，午后阳光的，哎，对，我懂，我懂。好，来，那就啊，那就二号来。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，鞋子是透明的，正点。火辣海滩有货装，没看到你会堆心光。女星人火好身材，向男来宾正面出击。请我开四号。他是去码头上。哦。请问您这个穿着的这个重点在于，应该是飞弹的。国光帮忙！哎呦，看到没有，鞋子是透明的，正点。哦哦哦哦哦哦！怎么样？证明我的眼光不错吧？证明我的眼光不错吧？哇，有马甲线呢！哇塞，你是二号，你是直接正面跟我们迎击耶！请问你去这样怎么好意思去海边穿这样的这个原因是？就是我觉得女生啊穿比较运动的其实比较性感，然后呢就是男生看了会比较轻松，所以呢我就选择没有钢圈的，然后女生怕晒，但又不能太露，所以呢就挑了一件有点透的罩衫在外面。是是，那包包是草编的吗？是草编的。草编有好看。接下来1、3、4，请问，我再回忆一下刚刚呢我看到的场景。他是没有号，没有博三号，没有，因为不是因为他的包包很大，因为我要回想三号。三号，三号是透明包。透明三号，透明包。对，也是薄纱。哦，拖鞋可爱哦。哦，腿漂亮，是不是？哇塞，腿是不是？有品味，真的，哎，哦，来，请转一圈，这个太好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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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这裤子啊，哇塞，这个渐层渐得非常厉害啊。请问一下，这样穿着，哎呦，透明包，我跟你讲，去海边，哎呦，还带防晒油，太正点了。那我现在猜，那你会问我说？下一个要看哪一位？马上问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一号的包包最大。是。所以周杰伦，请你开四号。四号，四号，我来。哎呦，这双鞋，我的天哪！哦，他去的夜市跟那个海边都在坎城。坎城的沙滩了。他是去码头上。您可以转一圈吗？请问您这个穿着的这个重点在于，应该是飞弹的部分。我就是想要就是以健康的性感的感觉，所以还是以背心式的比基尼，不是只有两片的那种。然后我希望就是可以呈现那种自然的胸型，就是因为我看过很多。去海边的女生可能会里面加很多什么垫很多东西 ，new bra 什么常常会跑出来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就是你不用垫。对。就是我就觉得可以，就是看起来休闲很自然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。这一套啊，跟他们不一样，这两个是去沙滩的。
对，这一套是去游艇码头。对啊，咱们要上游艇的大船的船，剩下就是好。好，一号，一号不得了，鸡哦，这个这双高跟鞋。正点的，然后除了高跟鞋以外，正点的，那你各位可以看他的包包，哎，哦，还有又是一个军用包，哇塞，什么样特殊的设计？来，请转一圈，哦，这个又是游艇码头了，哎呦，这个是啊，哦，哇，有点小复杂，卡哇伊呢？那扣子，您的重点是卡哇伊。你的脑力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你又在抖了，你在抖什么？这好，这好抖的啦。我觉得一号有帕金森氏症，一直在抖，拼命的抖动。我跟你讲，中医比较有效哦，哦，去针灸一下。我觉得不要治好吧，来，一二三四号，太了，这一轮下来。三样衣服，投一号的请举手。可以，一个人有两张票，对不对？对，投一号请举手。两票。哎，坚持哦，油画哥。三票 ，OK。三票。二号的请举牌。哦，二号，二号零票。零票。哎呦，哇塞！三号的，一二三，五票，好不好？四号的，小弟我投两票。四号的，两票都投给他。是，四号两票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先看二号。啊，这样子有点不好意思哎，对他们。一二三，张立东狂吃豆腐，主持人看不下去啦。再去烂货！哇！金哥，金哥，金哥！国光帮忙！一、二、三，嗯，亚妹，亚妹，哎，是你啊？对啊，美物。没有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失礼失礼。我最近跟他拍部戏，他戏里演我的小三，哦，对不对？在台中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完全虚情假意，你看小三穿成这样，你还不投？所以我就说他正面迎击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哇塞！接下来看四号，四号，四号，用哎用哎，就用哎，一、二、三，海丽。哎呀，蛇皮眼！接下来看一号，好来，一号好笑，好笑什么啦？你问我什么？我问你好不好笑？你好笑。我看一号很累啊，他站几十分钟了，都驼背了。三，谁？哇，你这套厉害。对呀，这套。哎，这套还有什么样的变化？可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？就是穿起来啊。来，不是我拿这块。哎，你脑力真不足哎。就穿起来跟放下来。哎，就放下来嘛。穿起来嘛。穿起来其实也很可爱啊。对呀，对呀。对，那放下来是什么样？哎，我都没有拿麦克风嘛，都不告诉我。我帮你拿。然后放下来就。对呀，就是这样子。欸、其实我们刚刚都猜错了，以为他年纪很大哦。我哪里看起来年纪很大？不是，因为不知道感觉啊。所以现在看，现在错误，错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的，接下来请我们的三号啦。冠军，君豪，你刚刚都没选三号，对不对？有，我选三号。最后的时候有，那我选那个最后一号、三号、三号。许宗恒跟我一样，都是一号、三号。对，一号、三号。哎，对。哎呦，你这喜欢三名字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很贱，怎么样？你真的太贱，怎么了？这是人家三号是真的有品味。对于你自己喜欢的，你都不会去啊专一的啊。上次 Vicky 来，你不选 Vicky， 这次这个也是跟你有不一样的默契啊。来，预备，来，一，我们看谁三。Jenny， 去迎接，快点！
不是 Jenny。他们有一段情哦。有，他们有一段情，有一段情。来，在 Jenny 旁边 ，Jenny。你真的没有钱了？没有，我跟你讲。不是每个人有两票吗？这样就够了吗？我另外一票是对不起，我另外一票是放弃了，我只投一票。真的？没有，其实驹哥从头到尾都支持你，是不是？谢谢驹哥，对不对？投我吗？啊？没有，那是制作单位逼驹哥投你的，没有，他心目中是要投杰，投你是另外一集啊，你忘记了？你再一次，烂货，快！职业病好不好 ？OK 好。今天的四位都穿着非常漂亮，这就是我们那个私底下他们这些女艺人，他们私底下出去玩的时候会做的一些打扮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单元非常好玩，我们会继续扮下去，但是呢不一定是男是女哦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谢谢你们四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华哥，谢谢大家。